AP 新闻独家报道，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软硕，马总统重申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两岸认知。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80大寿，有马总统、英九、行政院长吴敦义、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立法委员参选人周守信、钱维坚、台东县议会议长饶庆麟都亲临。动算，大家说好不好？马英九，动算。马英九，动算。马英九，动算。马英九，马英九，马英九，动算。欢迎，我们组长，请总统讲话。我们江董事长、郭会长、张荣誉总会长。立法委员候选人钱维娟小姐，各位台上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长话短说，两岸直航、两岸和解、两岸合作的效用，我想大家比我更清楚。我们必须要追本溯源，这个假规矩拜求桃，我们九二共识是关键，没有错。在九二年的时候，并没有“九二共识”这个名称，有的是一中各表。翻开当时的报纸，看得很清楚啊。就像我们八二三炮战，不是开战的时候就叫做八二三炮战，是事后才叫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可是有些人呢，就说没有这个东西。我还在这地方再跟各位报告一下，九二年到香港去谈判一个中国原则之前。李登辉总统就在总统府举行了国统会的委员会议，我有参加，吴敦义兄也有参加，当时就讨论一个议题，关于一个中国的含义，结果就达成了这个决议。决议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内涵啊认知有所不同。大陆认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认知是中华民国，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好，等到这个九二共识在11月份双方函电往来，白纸黑字同意，双方以共同声明的方式各自表述，很清楚了。大陆方面的是充分同意并接受这个东西。而且都经过陆委会核准了，所以黄坤辉先生是非常了解的。好，他们现在都说不知道没有这个东西，实际上跟事实都是不同。李登辉总统又主持这个会，资料都在我们现在总统府的档案里面很清楚，报纸上也都登过啊。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向各位报告的，就当时没有这个名称，名称是后来取的，但这个并不重要。就像我刚讲的，八二三炮战后来才叫八二三炮战，没有说。国军准备八二二就准备八二三炮战，没有这种事情嘛？那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哈。那我们在三年前322当选，326，胡锦涛跟小布希通电话，电话的内容第二天新华社以英文稿发布，胡锦涛说希望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协商，而九二共识是什么？他说就是两岸。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双方的定义不同。各位想想看，将那个胡锦涛讲的跟1992年8月1号李总统所核定的，是不是文字非常的接近？这其实是一回事嘛。所以我最近讲这个理念呢，在92年8月其实就确定了。我们拿着这个理念到香港跟大陆去协商，香港协商口头的部分。可以说双方并没有共识，但是回来之后，透过函电的往返已经确定了，没有九二共识，怎么可能有93的国安会谈呢？这道理非常的简单嘛。对，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个人当时陆委会的副主委，九二这个香港的会谈，整个是我在负责督导的，非常的清楚啊。这样子，我想各位爱国承担就可以做了，没有这回事。将来两岸关系一定会陷于停顿，甚至于会倒退。这一点呢，不是我在恐吓大家，花了这么多时间。大家能够达成这个协议，胡锦涛跟小布希讲了这个话之后，我一看，我说时机来了，马上就请萧副总统当选人到博鳌去参加博鳌论坛，然后提出了那16字箴言，正式建设共创未来。各
搁置争议，共创双赢这个理念，这样一步一步的服，然后就是我们吴主席吴伯雄先生5月26号到我上任之后六天到大陆去见胡锦涛，帮忙谈好了要赶快把协商恢复，然后我们江董事长也是在那一两天担任选出来当海基会的董事长，然后到6月份到大陆13号之前就协商完成第一次江省会，第一是两岸之好，第二是陆客来台就解决了，7月4号就开始有陆客来了。我们为什么这么火速而且能够做得到，一方面是双方都有准备，事实上我们刚刚讲我派肖副总统去博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进行准备了，所以有2个月的时间准备，倒是很快就签了这个协议。我要讲这一段的目的呢，就其他都不必讲了，我希望大家能够刚刚那个三辉兄讲得很清楚，现在大家慢慢了解了，如果不是国民党执政的话，这些东西能不能够继续我真的没有办法。各位想想看，民进党8年的时间做了什么，蔡英文说哎，如果我选上有4个月的等待期，我用这4个月的时间跟大家去协商，从陈水扁8年做不到，他4个月做得到吗？他当时就是陆委会主委啊，是他根本不要做啊。各位能够踊跃的回来投票，这个不是只是支持马英九而已，是支持台湾的未来。台湾如果不往这个方向走，我真的很担心，又走回头路的话，这次没有这么幸运了。一碰到状况之后，我们可能就产生很大的困难啊。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要拜托大家，也希望各位回到大陆之后，跟其他的台商朋友们说明，为了台湾的未来，为了我们台湾人的前途，一定要在这次让我们连任，然后两岸关系才能够继续的和平发展，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我们必须共同以赴的目标。1月14号有3张票，一张票是政党票，拜托大家投国民党；第二张票是立委票，各位户籍在哪个选区就投那一个选区的国民党的候选人；第三张票是总统票，就拜托投小弟我。胡总，大家可能会问，那吴敦义呢？请大家放心，如果你投我，他会顺便当选。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总统，来请江董事长来唱生日快乐歌。我们所有的台湾朋友起立啊！我们请江夫人也出列啊！那么我们请这个张老爹也出列啊！依照规定啊，必须要先要点烛，这有没有蜡烛？点烛一下，对，我们蜡烛先点一下，好，蜡烛先点一下，好吗？然后呢，要先许愿，再吹烛，然后再切糕，一切要依法行政。我们许过愿啊，第一愿啊，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好。第二啊，台湾啊向前行，永远成功。第三愿，马英九高票连任当选，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好，大家一起来种树，大家一起来造林。AAP 事业集团关心您，如果您需要 DM， 欢迎来索取。百年树人，布施一切众生，
领接的福慧双修，辗转利益，十年树木，天天做环保福报 ，AAP 事业集团祝福您。